家好，我是 YK。我本身呢是一个这个 Transform 这个天然纳米肥水的代理。为什么我会代理这个肥水呢？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成分哦，就是甲壳素，甲壳素也叫开拓山。我对这个甲壳素哦，就是觉得它对植物的帮助是特别的。首先它能够把这个种子发芽力增长，增加它的发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一种基因自酶，能使这个种子受到保护，不受那个霉菌啊的侵犯。而且这个开拓山甲壳素呢，当植物吸收了之后，它会产生一种叫基因自酶，也叫壳际糖酶。但是壳际糖酶对植物有什么帮助呢？它能够让植物的根部受到很好的保护，使它的吸收功能是超强的，而且它也能够让这个根部的排泄发挥得更好。所以当这个植物能够在吸收而且在排泄在最佳状态之下呢，它就会使植物健康茂盛的成长，使它能够快速的增长。这个就是 Transform 纳米天然肥水其中一个主要的分子叫壳际糖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拓山，对植物最大的用处。谢谢。